哎，我最后一张我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太秀了，最后一张挡住了，我可以啊，夏姐长得可以的呀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、嗯，好，可以多发几张，好吧？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姐，可以去丽卡搜索888。房间号、啊、可以关注这个小姐姐，她叫美小兔白小兔、嗯、男刀被抢了，男刀被抢没事啊，我打男刀最喜欢用的英雄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没错，给他来一把合肥推拿应该可以，给他来个合肥推拿，有人说不是同一个人，等一下这个小姐姐我点个视频单就行了呀，怎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兄弟们别急啊，视频单等一下给你安排一下，如果大家喜欢找陪玩也可以下载一下丽卡 APP 啊，大家可以下一下下着玩啊，平时如果想点陪玩想点小姐姐打游戏啊可以去点点试一下，等一下的话打完这把给大家抽个6000块钱好吧，抽个6000块、嗯、大家可以准备一下，今天是双倍亲密度啊，这是你啊，哟西好身材，小姐身材确实好，家里有制服吗、啊、小姐、哎、制服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什么类型啊，我喜欢什么类型呢、啊，我其实对女孩子不感兴趣，小姐。嗯。啊，你对女孩子不感兴趣？啊，对，其实我对女孩子不感兴趣，小姐。那你对男孩子不感兴趣吗？我对男孩子也不感兴趣。我没懂，你不喜欢女孩子？我不喜欢女孩子，我也不喜欢男孩子。嗯，我喜欢一个人，小姐。嗯，一个人啊？对，一个人。嗯，那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小姐姐，我给你下一个视频单，你等一下，那、嗯、给我换那个健身服，给我教几个，教我几个健身动作，可以吧？啊，你要给我下视频单吗？对，我给你下视频单，等一下你穿、那个、这么好，你要给我开张吗？给你，那可以啊，小姐姐，我不差钱呢。等下你穿那个健身服教我几个健身动作好吧，我也想健身，因为我经常在电脑面前打游戏，我的颈椎和腰不太好，好吧，颈椎和腰不好，是的，你教我几个健身动作，腰不好啊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健身房让健身老师教了，好吧，我教你跳舞吧，你还会跳舞呀，你会跳什么舞啊？我会跳爵士啊，韩舞啊。那你等一下我跟你视频，你能为我跳个爵士舞吗，小姐？你想看吗？还行吧，看。那你可以夸夸我吗？夸夸你啊，你长得还行啊，小姐，长得还可以啊，这算夸吗？你还可以夸点别的吗？小姐，你的身材是非常棒的，小姐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可以啊。行吧。敞亮。那等一下视频的话，给我跳个舞呗，好吧。好。行，那那我就看着换了，我穿裙子可以吗？合肥推拿，港派水妖，穿什么？你喜欢穿裙子还是裤子啊？穿那个健身服呀。好，可以，我等一下去换。他骂了个霸子呢，可以啊，拿你一血，就问你气还是不气、啊、嗯，问题不是很大，长线腐败药水深眼合肥推啊。
非常 nice。 你家里有人吗？我家里没有人，你要来吗？哎呀小姐不要搞。啊，合肥对吗？好的好的。这个人两级学艺，我靠，搞坏这样服务。合肥对吗？金牛护体服务。合肥对吗？服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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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操，我服了。你要服务谁？没服务到位啊，我靠，这一波服务不太到位，直接罚款300元。我他妈药没喝，我靠，我喝药在3号位，我这波喝药了，双杀了。小姐，我感觉我太粗糙了，这一波不够细。太粗糙了，太粗糙了，太粗糙了，很难受。南刀锋巨齿短臂征服者，可以。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，小姐？啊，你不是说皮肤比较粗糙吗？你知道我开车，我虎狼猝不及防。嗯，那我给你送一波。还好，漂亮。炮车不吃吗？不吃炮车，真有你的。小心。小心啊兄弟，你再不走你死了呀。小心啊，他来了呀。像我好危险。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嚣张？合肥队长漂亮，可以不回。没事兄弟，我来开瑞。没事兄弟，我来开瑞。合肥队长。我起飞了，这把怎么说，小姐？啊，嗯、我在呢。你是山西哪里的？我运城的。你来过吗？我没来过山西。运城。运城是吧？啊，你没来，那你下次来找我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吗？请我吃什么？真的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什么？嗯。我又不去山西，我去我吃什么？你们山西有什么特产呢、哦、小姐？那你都不来，我怎么请你吃饭呀？我说你们那边有什么特产？有。啥特产？醋。啊？醋啊。哦，醋是吧？嗯。山西的醋跟其他地方的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更酸一点吗？合肥的。山西，你来山西有我陪你一起吃醋啊。哎呦，就这个不一样。你这小姐太会撩人了、啊、真的是。嗯，那你想想，你一个人吃醋嘛就酸酸的，你要是跟我一起吃醋还有甜甜的咸咸的味道。哎呦，咸咸的，我操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可以甜甜的。是，这谁呀、啊？关灯，老衲成军，赶快追啊！哎呦，黑了！哦，哎，被仙人跳了！操他妈了个巴！这个凯隐怎么在旁边啊？贱的一逼，这个人应该是个代打，这个人小心，凯隐去下了，小姐，赶紧溜，不溜死了！好，我溜了溜了，哥哥就抓我、嗯！这么贱啊，这个人！不讲武德，搞偷袭啊！来了，这你能忍？忍不了。合肥腿脑，刚派者呀，金牛护体，来我来我来我，来我来我。哎呀，我才发现我没有弹，我你翻墙了，我够不着你啊，我太短了。我操，够狠，可以是一个狠人。我操了，咱俩走远了。
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。等我。本来都还是零，本来我们俩重在一起还是负的呢，但距离就越拉越远，够不着你了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我说本来我们两个挺近的，挨着的。别开车，小姐，你这个车速这么会开车，你不会是教练吗你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车贩子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的车速没你快，我靠，你的车速有点快。吃塔皮。我想的我们两个刚刚重合在一起。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我操！你要不翻墙，我俩就在一起。你翻墙了，没了。别搞啊，小姐。这谁也顶、啊？不搞。女孩子要矜持一点。嗯，这咋打呢？太难了。卡兵，难道好像没有闪，没有大，找机会干他。但是感觉杀不死 ，miss 了。嗯 ，miss 了。哎呀，我操，终结了。南刀锋终结了，现在我靠，起飞了他。他起飞了，19秒大就是你的死期，倒数5个弱，合肥这样，能跑吧？还好。你在给谁推拿呀？你们赶紧溜啊！这把的话不太好打，感觉这把有点悬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看好我的位置。好，我等你。上！哎呦，我没有弹。上！我没有弹。穿灯，老衲成机，赶快整呀！点燃，和平的服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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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请问是支付宝、微信还是现金红包付款都可以？这一波怎么样，美小姐？这波帅，帮你下路建立了一波优势，可以吧？回家。起飞了，小姐。就喜欢你这种可进可退。我起飞了，小姐，你呢？嗯。那你带我一起飞吗？哎呦，你走了呀！你咋了，小姐？我刚刚说你带我一起飞。带你一起飞，带你。我们被抓了。带你往哪飞，小姐？嗯。带我回家呀。我在地上，我死地上了。我操，这一波好像不太好打呀，这一把。对面中野，我靠，这人都变蓝凯了呀，这么好恨。吃塔皮，溜了，漂亮。有点狠呀，感觉有点狠。他妈了个棒子。感谢志勋胆子大，淑芬放产假送的飞机。你要说得病了，这不谁哟？天天我胆子大，我胆子有多大呀？啊，我胆子大，我好。啊，我 ABC 要被。推推推推，一塔没路，推推推。推推推，全死了，不是吧？全死了。他过来拿着那个镰刀就抓着我的脖子，然后就揍我。没事，我来carry小姐。你他妈不回家，想吃冰？合肥天啊，港派之家金牛护体，有大是吧？怪不得这么好看。他怎么还有大招呢？我日死你的哥！我靠，气死个人！现在直接脑溢血，耐操血啊！你这样好凶啊，我都有点慌。小姐，其实我是网豪，你小心一点。巧手猎炉，给你来个黑虎掏心，行不行，小姐？哦，我好害怕。
你好害怕、啊、我在你害怕就对了小姐、嗯、那你对女生都这么凶，那你知道你是找不着对象的、哎、我为什么要找对象呢？嗯，抢走猎奴，我觉得合适合适，不找挺好的。好，关灯，老衲重击港派者呀，新晋破坏者，金牛护体，何副队长，好，这有点跑太快。这难道挺会啊？感觉这挺会玩啊，讲道理。哦，没墙了哦，气不气？没墙翻了，嗯，气不气？他妈翻墙，我操了个爹！吃小鸡，等我偷个鸡吧。别急，没有鸡，红也没有。嗯，我操！啊，好疼啊！这个 ADC 打我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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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！河北队长，港派者呀，电视，服服服！河北队长。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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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没办法兄弟，我救不了你，我自身都难保，我怎么救你啊，小老弟？太赔了呀！对，哎呀，这么强干嘛呀？怎么今天感觉遇到的人都这么厉害呀？干什么呀？溜了，我好，难道是不是得病了？这难道？嗯，好凶！什么好凶？啥啥？他们打我的时候好凶，好凶啊！小姐，做个中亚杀戮，听我一句，给我。好，我就搞个中亚去。嗯，做个中亚就行了，做其他装备没啥用，他们还是一套杀你。作为一名资深的游戏玩家。上单来个上门服务，关灯，老衲重击，港派谁呀？引擎破坏，金油护体，服务服务服务，合肥的服务服务，漂亮，给钱。你是合肥的吗？啊，我合肥的，你是哪里的？我山西的呀。山西的可以。我看你老说那个。我有点健忘，不好意思，难道来了。十级的男刀，很烦啊！这个逼，我操，高的来可了。冲呀！这个人都高的来可了，这么狠，10-1-5，100刀，不太好打呀，这一把不太好打。买不起，买不起，等会再买。不太好打。我这一把准备买一个稍微肉一点的装备。啥装备肉呢？克制对面这个阵容。蓝盾，这把出个蓝盾应该可以。好。嗯，稳住稳住。我来开瑞。嗯。合肥队长。嗯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。合肥，漂亮！他们在打峡谷先锋吧？能上吗？我跟着你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合肥队长啊，我操，没推到。关灯，老衲重击，港派者呀，铁金破坏者，金牛护体。合肥。哎，我没有大，我发现了。不，这个猴子。不，漂亮，看你们的了。口诛，有闪吗？鳄鱼没闪，没有，没事没事，一换二不亏，赚了。下一件先买个表吧，先买个表，然后再买一个。好，漂亮。那是，哎呦我去，漂亮，可以。哎，怎么说？
建议走，建议走，建议走。嗯、没走开。买什么装备可以克这个凯隐呢？来想一下，蓝盾还是什么装备？我来想一波。他男刀应该会来下，抓这个 AD 反蹲一下。果真来了，猴子来了，男刀倒没来，猴来了，阴一下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金牛护体，港派。你坚持一下，我骂了个巴子了。我拿币来，他不这么拿币来杀我，我操了！他交闪了，他没闪。嗯，跑跑跑，后面有人跑，走走走，上当了，嗯。走，小心凯隐，小心凯隐、啊！在我人，在我人，小心小心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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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大，感觉可以上吗？你能大到人吗？是。合肥腿脑、啊，还有十几米。哎，没，等一下，你就对着凯隐大啊！你就对着凯隐大。嗯，凯隐过来我就大他。对对对，你切我就揍他。对，你直接大他就行。小心！我来了，漂亮，合肥队长，挺进破坏者，漂亮，这个大放的非常好，小姐。好。漂亮，漂亮，合肥队长，漂亮。他骂了个爸在嫖，他有大吗？不知道他有没有大，大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咱们可以打大龙来了，咱们可以贪一点。好，那 DC 他们在杀小龙。你这个大放的非常的好，小姐。嘿，刚好冷却都完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二十分钟的大龙很脆的，很脆，很脆，很脆。嗯，直接秒了，赶紧的。他们来了，秒了，他们来不及了。那我们有希望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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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走走走，走了走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他们来了。回家回家，买沙漏。跑起来了，你就跟刚才一样玩，就很好打，就你可以主动开。我操，偷个鸡。嗯，没地方放啊，我看。我大黑破中单的叶刃啊，没有用，他这个叶刃没啥意义，溜了。回家买一个复活甲，嗯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回家买个复活甲，钱他妈不够，钱不够，把这个卖了，差点钱，我操！等一波，咱可以团一下了，来，咱们团一波，对面抓单能力，他们团的好。对面抓单有点厉害，咱们团一下来。嗯，我在中路等你啊。你在中路等我，我先把下路兵先带一下，你们小心一点啊。嗯，那我在野区等你吧，野区也行啊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这里有人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看到了。我来，
换灯。哎，他们开了呢。老大冲击，合肥的港派者呀，挺进破坏者，继续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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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，继续杀，继续杀。哎呀呀呀！没事没事。来什么？猴子。港派者呀，合肥的飘闪。哦，不行，他冰了。合肥去哪？他跑了，推。合肥去哪？先破车。我的 buff 没了。我操，太会！我靠，小戴，我靠，真狠啊！够狠。小戴拿个蓝 buff， 叠放连浪费了，推推推推推蛤蟆，没有蛤，有蛤蟆，推河蟹，吃个海鲜，海鲜没有，到现在连下路一塔都没推，我靠。太好恨了，海鲜没有。嗯，马上十五级，还差五百块钱。推，我在想下一件出什么？出肉还是出？出什么？买一个收集者。那我依旧在中路等你，还是在野区等你？你在野区等我干什么，小姐姐？虎狼之词，小姐。等你，我陪你去偷他们。哦，虎狼之词，来来来，一起。他们抓单能力有点强，你就反正盯着这个，你就盯着这个凯隐就行了。好。嗯。凯隐挺烦，其他人还好。哎，你们去边路干嘛？你别往野区跑啊！你往野区跑，给那个，不是给对面蓝刀和梦魇机会吗？那个凯隐机会吗？别去野区，别去野区。回来了。小心小心。来中路，直接回冲，全体集合。等我carry。嗯，你怎么不动啊？这一波小龙团。快动一下。这一波小龙团盯着对面凯隐啊。嗯。你有闪现吗？可以，就跟刚才的闪现一样。你们，我们别过去，等他们打，等他们打。啊！我踩住。等他妈打，哎，鳄鱼别吓他呀，小鳄鱼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灌灯，老大冲击，和来上，我上了，大，我复活甲。嗯，我放大了，大了三套。不是吧？啊，我刚放了，看见我了吗？我操，这一波都没打过吗？不是吧？没打过啊！我这一波吸收了陈盾的伤害，居然没打过，我操！咋回事啊？我还扔了一个，扔了一个那个血加血的。不是，我复活甲扛了一下，蓝刀切后排了。我操，不会吧？这么。真实。嗯，我来切，我来切。切没，这一波没打过，我靠，这是啥？我复活甲开团没打过，我操 ，ADC。那我不能先手。我还差几十块钱出去。我觉得咱们这个阵容不能先手，得打反手，等对面开，然后我直接关灯，对面没有视野，然后保护 AD， 应该是这么玩才行，对吧？嗯。嗯。我们就你冲压还没做呀，小姐。哎，出来了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哦，保好命啊，自己的命稍微注意一点啊，保好命。好。操了。哎呀，这有人。没事。小东西不足挂齿。滚蛋！老大冲击，港派者呀，挺进不坏者，好个北推党。他们怎么都跑了？可以，一换一，还行。上单马换上单马，不亏。
漂亮。南刀锋可以死了 ，QAW 开大，还没大吗？好大好大！什么情况啊？小心，走走走走，跑，跑不了了。哎，完了，没错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说？走吧，走吧。有点懵啊。怎么说这一波？我靠，直接吐了，我靠，上当了。这个贼鸡巴烦呐，等一波，怎么感觉这么难打呢？哎呦，好难打呀！这团还真不太好赢。我是你哥。1025收集者，大龙视野做一下。上去，好。我去擦这个啊，擦一圈。哎呀，我操，大龙没有、啊、没了。我觉得还是切女警吧，我觉得不能切其他人了，其他人切不死。我杀女警去了，不太好搞。再来个蓝盾，我觉得再来个蓝盾可以。女警有暴击，男刀有暴击。太好打，出了点意外。别怕，不要慌。那你会保护我吗？我保护你啊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不是保护的人。那我保护你好吗？我这个英雄不是保护的英雄。你这个英雄是那种，拯救我的英雄，拯救世界的英雄是吗？不是了，我这是切后排的英雄。切后排的，咋了，小姐？哦，我来了。稳住！这两个刺，你去保护你对面两个，对面两个刺客，我靠，有点麻烦。哎，他感觉，哎，小心啊，操！哎呀！哎呀，太不小心了，没加上。我都知道这个人要来了，可这还刷兵，我靠，干啥呀？上当喽，走吧。不行，这 ADC。哪有这么好切啊，这 ADC 太好切了，我一切一个死。他们要打小龙了，四条龙，我操，火龙龙魂完蛋。火龙龙魂。来一个蓝盾。蓝盾现在也加技能激素了。挺好的，漂亮！啊，我活了，来了！呀，呵，飞行拿尼莫者，漂亮！脑溢血，不行，走了，有眼，看到我了。追不上，我操，好气呀、啊！追不上，我操，好气呀、啊！十秒钟大招，我觉得这把咱们还是有翻盘点的。这把的话，只要 ADC 不被切死，机会还是很大的。就怕 ADC 被切了。直接推塔，丢了。哦，那我去把那个咬拆一下。你别拆，别拆，别拆，走吧，很危险。走吧。拆不了，贼危险，现在不能出去，现在出去的话可能要死。不太好搞，我靠。
陪去的。嗯，你他妈的装什么？哎呀 ，ADC ADC ADC 被切了，完蛋，打不过了。哎呀，很烦，很烦，很烦。装什么逼？装逼，那就给我死啊！装逼，我操！装。他们俩来了，我操，很烦。合肥的呢？刚派谁啊？金牛护体，服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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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操，打不过他妈了个巴子！啊，好疼！加守住呀，我来了。嗯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，我要把他复活甲破了。好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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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冠灯老浪冲击，服服服，漂亮，漂亮，起飞。给你给你，不要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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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肯定来上了，他要杀这个 AD， 过去反蹲一下。大龙大龙，哎，啊，这有人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可以。好吧，有点危险。哎，合肥啊，小心。开大龙吧，来来。好。残了，全残了。不会被抢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有人来了。打了，打龙，打龙。漂亮，看到单刀没有？没，我没拿。漂亮，继续追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哎，没塔，操，没兵线。哎呀，操！他妈塔被推了，点儿被……哎呀，太烦了！妈，没有兵线，我操！还可以啊，有希望，我们这波。塔没了，我靠！守住，守住，还有机会。我们现在就抱团打，他们不太好打进来。我出个装。嗯嗯，复活甲我可以卖了，下一件买一个。复活甲卖了，买一个血手。好，板甲。我们是一波还是守家呀？团中吧，团中吧，团中。买一个。这儿这儿。这么出应该可以吗？哎呀，装逼！小龙，远古巨龙，合肥去哪？赶快回家！大龙，哎哎，有人投家，我操！啊，这个猴子在偷我们家！哎呀，哎呀，把
好咸啊！哎呀，这个屌毛，我操，偷家，我靠，这个逼人，过分了吧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真没看到，我靠！哎呀，这个屌毛他妈的偷家可以啊，这个批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。他骂了个霸子，没看到，我靠，这个猴上当了，上当了，我操，上当了，很烦，贼烦。视频吗，小姐姐？给你下个视频的。啊，等我把游戏关掉。那你加我 QQ 吗？嘘，你把 QQ 发 YY 公屏视频一下。兄弟们，给大家抽一个6000块钱。啊，我的答案。只需要一个。只需要一个宠爱卡就有机会获得6000块，好吧？3个2000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3个名额2000块钱宠爱卡。今天是双倍亲密度，有喇叭的朋友发个大喇叭，办卡抽6000块钱，好吧？参与一下，办卡抽6000啊，参与一下。咱们过一下粉丝团，大家可以把手中的办卡造起来，好吧？为咱们超粉团。进一波绵薄之力啊，好吧，我上一下 QQ， 大家可以办个卡，办个卡，办个卡啊，一个办卡有机会获得6000块钱啊。有时候没钱参与不了，没有钱的话就不参与了。有钱的朋友可以捧个钱场，没有钱的朋友可以捧个弹幕啊，发个弹幕就行。嗯，大家可以办个卡啊，一张办卡可以加入主播的超粉团的同时呢，然后呢，嗯，一个办卡加入主播的超粉团，然后呢会获得主播的粉丝团，而且今天的话是双倍亲密度啊，跟大家说一下。小姐姐，我现在在直播啊，跟你先说一下啊。啊，你在直播啊？是的。行。大你不是怎么了，小姐？车贩子吗？你是啊？你是直播卖车的车贩子是吗？我直播，跟你先说一下啊。好，你可以先来我直播间，斗鱼312212啊，可以来我直播间。感谢阿卫送的10个办卡，谢谢阿卫啊，谢谢阿卫送的10个办卡。嗯。短一，感谢女神之心送的66个办卡，谢谢女神之心，大家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啊，办卡抽6000块钱，可以图个乐啊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啊，还是非常 OK 的。我加一下这个小姐的 QQ 啊，你可以来斗鱼312212，可以来找我。我没有斗鱼，你没斗鱼啊？你没斗鱼的话，可以下一个。平时看直播的话，可以来斗鱼看。大厨，我没有登录，可以吗？你不用登录，可以网页看吗？可以网页看。啊，那就好。啊、嗯，来。我没有号，主要是。没号没事啊，没事。抽一点厚厚的之力啊，抽一点厚厚之力啊，饭卡抽6000啊。大家赶紧参加一下，让主播少亏一点。上次亏了，上次给他抽奖亏了2000多，但是没办法。如果现在每天不抽的话，到星期天最后一天，咱们这个粉丝团你可以看一下，竞争非常的激烈，懂吗？咱们不像是前面几位，就是神豪非常多，我们只能就是。巨小，什么是嫂子好？巨小成大，懂吗？大家的每一个办卡呢，都可以为咱们这个粉丝团出个力，大家可以办张卡，好吧？顺带呢抽个奖。现在参与的人非常少啊，中奖几率还是非常高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有一共有400多个水友参与了抽奖啊，办卡抽6000块钱啊。你们能不能参与一下，兄弟们？好吧，图个乐，行不行？图个乐。啊！大家喜欢这个李卡小姐，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李卡小姐啊，她在888房间。原来你是英雄联盟大神啊！
我一直以为你是车贩子。没有，我是大神主播，小姐，大神主播。哇，我也不知道这么行。现在参与的人有点少啊，兄弟们，大家能否多做参与呢？能不能，兄弟们，让主播少亏一点，爱你们。双倍亲密度不打打卡吗？抽奖还有五分钟。是嫂子好，你对象也在吗？嫂子好啊。二十一级粉丝很房管啊，等我下播安排一下，好吧？小姐，在这个抽奖的时间呢，能为我再来发一张照片吗？好吧，你的身材照片可以、啊、可不可以？咱俩这么有缘，嗯、对吧？我以主播点到你了，咱俩这么有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给？我觉得也是。给我多发几张照片。我真的还在想，你是卖什么车的？我是卖什么车的？我不卖车，我开车，小姐。嗯，开车。把你 QQ 上。把我 QQ 上了，看看啊，这是什么造型？这是，看一下。等下我那我换一张，稍等啊。你怎么肿起来了？啊，嗯，这个地方肿不挺正常的吗？这不是肿，本来就大。我操！等下视频那下，我等下视频。我给你发个大头贴好了。大头贴可以。嗯。这谁顶得住啊、嗯、抽奖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啊，一张办卡有机会获得6000块，然后三个名额，每个名额是2000啊，三个名额。这个衣服是谁发明的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谁发明的衣服啊？这个衣服是那种，你不是说喜欢制服吗？那就是女仆装啊。女仆装，你想想，就像你平常上班下了班回到家之后，你的对象穿个女仆装在家等你，多么的开心，多么的快乐。有那个腿照吗？看看你的肉是不是都长腿上了。我的腿照那个什么是丝袜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发吗？丝袜可以的。抽奖还有三分钟啊，老板们不要低调了啊，该偷塔的时候可以偷塔了，懂吗？该偷塔可以偷塔了，一个名额是2000，如果你拿这个那个，那就血赚了。只要2000以下的话，都是血赚的。相信我，昨天上次的话，有个老板搏一搏，真的可以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腿有点短啊，你不准笑我，我发现了。你腿有点短，可以看看。最后三分钟啊、哦。你就是传说当中那种肉肉的女孩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了吗？看了看了，嗯，视频等抽完奖再视频吧。抽奖还有最后两分钟，现在总奖金池只有6000，但是我们是抽6000的，也就是说中奖几率是100%的，好吧？参不参与的话，就是大家随意了。挡住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，最后两分钟，谢谢。有喇叭的朋友发个大喇叭，有喇叭朋友发个大喇叭啊！咱们这个，有喇叭的朋友发个大喇叭。哎呀，操！我他妈吐了呀！啊？怎么啦？我是不是？好看，我那个腿照。没有，长得挺好看。感谢萌萌哒送的10个办卡，谢谢老板。最后两分钟啊，想要偷塔的朋友赶紧了啊！感谢成果王牌男友送的3个办卡，谢谢老板的宠爱卡。喇叭可以发一下，可以发个大喇叭啊！感谢肚兜送的3个办卡，谢谢肚兜送的4个办卡。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感谢，可以感谢。我今天穿的是连衣裙，红色的连衣包臀裙。感谢晚饭包月亮送的66个办卡，谢谢永远的爱笑送的15个办卡，谢谢梅送的10个办卡，谢谢别搞小姐姐送的5个办卡，谢谢我这个晚安包月亮60%会中奖。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啊！感谢爱笑送的40个办卡。
最后一分钟想要偷塔的朋友不要再低调了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感谢爱笑送的50个办卡，最后一分钟，参与的人不多，中奖几率非常高，好吧，参与的人不多，中奖几率非常高，大家不要再低调了啊，不要低调了。感谢名门正派送的50个办卡，谢谢女神之心送的，这些都有机会中的啊，最后30秒，最后30秒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，办卡抽6000。我上当了，我以后他妈再也不抽6000了，我以后最多抽2000啊！感谢坑神之大白兔送的44个办卡，谢谢小王送的39个办卡，最后10秒啊，最后10秒。他妈了个巴子！哦，这上当了！哎呦！恭喜这次恭喜这三个水友啊，恭喜你获得，可以挺好的，挺好，血亏。又亏2000多，他妈的以后不抽了，我靠，这他妈的太伤人了。先用视频吧，视频吧，我操，亏2000多。恭喜这两个 B 啊，恭喜这三个 B 啊。小月视频吧，视频吧，视频，视频一下。那你弹我吧。我弹你啊，弹你个。好。弹你可以啊。嗯。